赏音了呢？更是没有啦。那如果你们有去哪边赏音的话，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这次要做的是樱花二花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粉彩去画，台湾比较常不会看到的吧，就深粉红色。那你们可以赶快来试试看哦，就可以这样带着去赏樱咯。那我们这次的 DIY 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那如果你想看更多的教学影片的话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最近的台湾真的没有冬天可言，你看我都可以穿短袖了，实在有够热。看，这是我最近做的，很可爱吧，真哦。最近还有做这个，有点像柯基屁屁的柴犬，腿太短了。那我们下次见，安妞。